有直播标签，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太空方面的科技知识，都是因为看了三体的缘故，所以有段时间突然脑洞大开，喜欢上了星际移民、相对论、黑洞、外星人这方面的知识，再后来甚至还研究起来人类的起源、宇宙的起源，只感到脑子不够用啊，这些都是天坑级别的，算了，还是不想了。今天本来想查看旅行者一号现状时，有一条推荐是 Nefi 的空间站直播，就好奇的点开了。其实当时我脑补了这样一个画面，宇航员拿着摄像头对着自己大声喊着，老铁们，我在离家老远的太空给大家直个播，想不想看 UFO， 想不想看外星人，想不想让我在太空拍一拍你家，那就双击评论666啊，来先刷一波鲜花，我准备一下，然后给大家跳一个真正的太空舞。画面有直播标签，不能下载，不能快进，但是可以调画面清晰度，高清的画质还是很好的。没想到这个离地球那么远的空间站传视频这么清晰，而我居然看了两个小时。这里我用不了专业的角度来讲解技术方面的知识，怕说错了被内行笑话，就说直播吧。我原以为这次直播就是空间站外面一个摄像头罢了，但看了一会航天员把镜头转向自己的时候，才知道摄像头在他身上。嘿，你出门带钥匙了没有？终于看见陆地了。既然直播就少不了评论区，想进去吐个槽，才发现都是英文，看不懂就越想看，于是看一条复制一条再一条，其中也是笑点不断。我还想看黑洞呢，可惜这次直播没有跟航天员的对话的内容，背景一直都是那种很虚无缥缈的音乐，难道要万半人马做 Alpha 星？最后看到别人问问题，就憋不住问了我最想看的，当然了，也明明知道不会有人答复，希望三体电影版赶快拍出来，让我们一睹为快。